超酷的。东横线往这里走。好远哦，都立大学，超级凉快的。这个车站就在自由之丘的隔壁。这里有卖 basket， 哇，也太复古了吧。然后居然是钱汤耶，神奇。哇，感觉很高级。居然有松了预算耶，好想吃哦。はい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こちらのお部屋でどうぞ。我不知道。番茄酱。
礼拜天见啦、啊！台湾见，台中见，玩得开心一点啦、啊！好可爱哟、哦，这也是300。漂亮，
道什么味道，好化学哦，感觉又很久没有来横滨了。转就对了。嗯，好香哦，肚子好饿。没有樱花时候的中目黑。这附近真的有很多美食店呢，快要吃得到了。就是这里。有的座位长这样，我还是查到了，对切子没有，因为刚刚我们两个都在这边。吃到累吗？哎，不是那个信隆酒庄，看这吧，超级香。我们有焦糖吗？哎，有有，好香啊！现在是什么？粉在干嘛？焦。这是老师。好好吃哦。来，因为我们这边。哦，对啊，陈秋老师。我的给你，你要吃一口。好，吃一口。
真的大。周末黑的店真的都好漂亮。什么意思？台湾的下雪，可是980好贵哦。最后一个，买一下。日本的水梨跟桃子都很好吃，说。晚上来就空荡荡了。98耶，好便宜哦！300的三十套还是很贵。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吃这个，好想吃卤味哦！一个礼拜不知道要吃几包。买来囤，好大一包，才98，很久没吃了，虽然有点贵，79，然后还打7折，超便宜，空心菜半价耶，太棒了，那都卖光光哎，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居然出这种用汤碗吃的泡面哎，很棒。买一个吃好了。还有这种泡饭，可是是咖喱的哎，但是猪肉最便宜。好想吃台湾的东西哦！哇，又排成这样，还好我不是很喜欢库里。看起来还蛮诱人的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喝的耶。朋友说这个很好吃哎，试看看。但还是有点贵。打不开。居然跟 Komeda Coffee。你看很心急，秋天限定的都出来了。我要喝黑豆。来试这个好了，科技茶。什么意思？第一次看到铁板面呢。吃，上次买这个觉得还好，
整片的洋芋片，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吃哎。夏天快过了，吃一下。哇，这涨价涨得好贵哦，这个价格可以买。嗯，这柜真的太诱人了，这也买一下哈。嗯，这超想吃看看的，上次这不错吃。好，不能再买了。